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部重庆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的党工委员彭世权，十分荣幸借这个机会向全球客商朋友介绍西部重庆科学城以及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情况。西部重庆科学城地处重庆中心城区的西部潮谷，我们规划的面积1198平方公里，设计重庆高新区和五个行政区，核心区为高新区直管园。科学城以科学之城、创新高地为总体定位，紧扣五个科学、五个科技创新主线，聚焦科学主题铸魂，面向未来发展铸城，着力做好科、产、城三篇文章，努力成为重庆科技创新的未来，重庆高质量发展的未来。这里中央有嘱托，全市有重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支持城与两地以一城多元模式合作共建西部科学城。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城与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高标准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重庆市委、市政府把科学城建设作为推动城与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具体行动，出台支持科学城高质量发展意见，举全市之力，集全市之智，高标准、高起点建设。科学城正成为追梦、逐梦、圆梦的热土，在这里发展有优势，建设有声势。西部重庆科学城拥有国家定位的战略优势，辐射带动西部的区位优势，国家高新区、自贸区、中保区多区叠加，418项市级行政审批权限下放的政策优势，大学城与科学城融合发展的创新优势，电子信息、集成电路占比高的产业优势，推出一业一证等34项全国领先、全市领先的改革举措，出台产业四个金凤凰十条政策，正成为轻商、安商、富商的沃土。这里创新有平台，创业有舞台，西部重庆科学城知名高校云集，拥有重庆大学等28所高校，吸引了清华、北大等一批双一流高校设立研发机构，大院大所聚集，落地中科院、中检院等一批国字号的院所，央企、民企汇集，落户中国电科、中国光电等众多央字头的企业，正成为创新、创业、创造的乐土。在这里，城市有品质，环境有颜值，西部重庆科学城，中梁山、缙云山东西并行，长江、嘉陵江南北合抱，地势平坦，可开发土地空间充裕，高标准打造金凤城市中心，高水平完善综合交通、教育医疗、绿色生态、文化休闲、商业商务、智能智慧等六大城市功能，正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厚土。城无产不兴，业无城不立。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是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赛道，也是新能汽车革命的引爆点，更是西部重庆科学城落实双碳战略、发展绿色新兴产业的主抓手。目前
科学城发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有基础，创新有优势，未来有前景。已获批住建部和工信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试点区，聚集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自动驾驶技术交通运输行业研发中心、中科院汽车软件创新平台、市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与产业创新中心及李克强院士工作站等研发机构，拥有大唐高红、招商车烟、长安跨越、庆林集团、金康动力、青烟理工等重点企业，建成自动驾驶与智慧交通运行示范路线，将开放自动驾驶测试道路355公里。我们坚持软件定义汽车，高标准打造300万方的金凤软件园，精准招引上汽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英特尔中国创新中心、 IBM 赋能中心等优质项目。西部重庆科学城将围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重点布局操作系统、自动驾驶方案、应用软件、车路协同、核心零部件、智能新能源汽车、检验检测七大领域，到2025年全面构建从标准研制、系统设计、车规级芯片及软件等关键技术研发到零部件生产、中高端智能新能源汽车检验检测的全流程、全要素生态，力争成为智能网联汽车标准的输出地、国家级车联网的先导区、关键技术的研发中心、核心零部件生产基地、换电模式示范城市。